血线型的我最糟糕哎、欸。没事啊，你得过台北电影节的影后嘛，然后还有金钟奖的影后，还有金马奖的影后，你这个血一血随便可以，没关系。然后演演女干干上面有那种哦，对，她是王心凌几岁？二五吗？五吗？那画画的部分可以用画的，或者是我们拍一个可以申请，就现场拍一下。拍的，不要你钱子了。真的有双下巴、啊，我觉得我自己是得瑟。不会啊，你那么瘦。你爸你这是啥？这是什么脸？帅、啊。王静，你想我用拍的还是用画？看你啊。用画的可能看不出来是你。可能比较像看景，没事啊，我画歌也没有。好，我们要先公开。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。Sorry。好，我是陈妍霏。眼睛占脸二分之一。哎、欸，这个很像。二十二岁，代表作无声，人格特质活泼，话超多。话超多，重复位的时候就超多的。然后优点天不怕地不怕，很容易交朋友。然后和角色最像的地方，都有天真跟灵动的一面。然后在人选之人造浪者名场面，和王静的第一场戏，两个人就大秀了流畅的英文。我少写了一个。对啊，为了设计，我帮你补上，现在换我。时间给你写，来。好好好。姓名是王静，就是他的自画像。王静本静，有没有？谢谢。然后是他的公主头，他看起来像秃头。这个是那个。你在嘲笑我额头高吗？天哪，我没有。是宫崎骏的。他今年25岁。宫崎骏大头脸吧。他今年25岁，代表作太多了，所以我写我看过他的第一个作品是《痴情男子汉》。人格特质呢，活泼、大方跟热络。优点呢，就聪明、有能力，然后感觉是个独立的人。和角色最像的地方，我觉得是长得很像。有没有可能是我是演他的那个人？非常有可能。没可能吧？非常有可能，有这个可能性，我们不能忽略。不是，我们这就是游戏，游戏就是它有点趣味成分的，所以这是 OK 的。我自己解释。人选之人造浪者的名场面，勇于在当下保护自己，他击退坏人，所以他被骚扰的时候，他嘿嘿嘿，就是揍他这样。为他设计 slogan， 来，这句你自己念。没我你不行，有我一定赢，是不是很好？哦，你很厉害哎！哦，好，接下来是不是很吵？哦，哎，怎么还没写？我帮你拖延时间。我知道了，我很吵，我没在怕，就是你的 slogan。可是你有押韵的。换谁？我吗？我讲你吗？剪刀片你。好。OK。就是帅，没别的，然后有。微微小小的自然卷，但我就有点比较夸张了，这个抱歉，这个已经有点那个。然后姓名黄建伟，而且要尊敬，我还后面加先生。然后年龄 forever 18。妈，代表作太多，但因为我觉得每个人可能感受不一样，因为就像是我个人就非常喜欢歌在就是茶经里面的表演，因为我觉得就是状态非常像那个年代的人，然后包括人选我也觉得。你不会想要认识我18岁的时候。人选之人角色名陈家靖 ，A.K.A. 主任。人格特质，本人有一点点艺术家性格，然后有趣幽默，然后优点是大方跟乐于分享，然后和角色像的地方就是他的优点。你真的跟长得很像有什么不一样啊？这种小聪明。哎，我也是有出社会一段时间了，我就是一个外表像，一个心理像啊。这样怎么像？怎么交朋友啊？在人选之人这样的名场面，就是我个人在演的时候，我非常记得，就是主任在那个
开会的时候很焦躁吃披萨的样子。那时候你跟我说你在演一个有中年危机的大叔，然后那时候我觉得你诠释得很好。我没有在诠释。I'm sorry. I am. 自己看完全部之后，我觉得跟老婆和好的那场戏非常的感人，然后为他设计 slogan 就是 Let's change。你肩膀的 slogan， 嗯，我想不出来了。OK， 好。你的 slogan 就只有写我很吵，这样我这样。我觉得我这张照片拍得非常好看。可以近一点。现在开片。OK。谢颖轩28岁，然后代表作是，太多了，所以熟女巴拉巴拉，四个巴拉巴拉，谁先爱上他巴拉巴拉。对。就这没有什么好辩论的。然后人格特质是温柔、大方又耐心，还有不会迟到。优点是逐梦踏实。你现在正在写反。只有他知道。逐梦踏实绝对是真的。就是我们从毕业，他先毕业，其实奋斗了很久的时间都在，因为他很晚才开始进入就是影像的部分。那你就会知道说前面他累积了非常非常多的时间的努力，然后还有坚持，当然成功人都要这样，但是他用一种非常踏实的，他没有想要说哦，就是他一步就要变成什么，一步要变成什么，他迎来了挑战，完全不畏惧的去克服并且征服那个挑战，然后动算他就是动算林肯登动算各种动作，对，很棒。然后罗小是一个 slogan 是，给我一个剧本，一个名字，我给你一个时间。哦。谢颖轩。很认真哎。谢谢，显得我最糟糕哎。不会，我很喜欢。没事啊，你得过台北电影节的影后嘛，然后还有金钟奖的影后，还有金马奖的影后，你这个写一写随便可以，没关系。杨楠。没事了。你画画是里面画最好的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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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也是有优点的、啊。好，我再帮你想一个，我再帮你想一个，我再补给你们哈。然后你们到时候再把它。你可以说一下你刚问我这个问题啊。嘿，你先看一下。4月28号。人选之人。造浪者。在 Netflix 全球独家播出。一定要看哦。我是个浪，我不吵。我觉得还要吵，所以 slogan 真的是蛮。我本来想说我很吵，但我很好，那也太烂了吧！那是我想的，怎么太烂？甚至不是你想的，是我看到这两个话还说的。我可能自己想不到，还攻击别人。你要拿着你爸爸妈妈教育回我，像是颁奖一样的概念。不要！可是我想要帅。是不是很喜欢？对对对，恭喜恭喜毕业了！对，没错。有点不行。哦，对对对。你是不是想要两个都赢到？你太早动了，然后糊了。不会啦，那我们剪刀石头布赢的可以把它带回家。拍得如何？嗯，你是不是实境节目？你在接？只要一看到任何的事情发生，忍不住的职业病，职业病，我们赶快现在跑起来！我觉得你前面可以加一个八变八嘎怎么样？加油！我很烂吗？很需要加油吗？谢谢你帮我打补光哎。你是不能说话吗？不是我。
不是，我说在拍的时候可以讲话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我想问总理，最主要是收你们的事。